딸 그래도 그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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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그렇게 인공지 병원 있죠. 어디 가서가 있어? 基本上拍的戏都不是比较一个大型的一些戏啊，所以说围着摄像镜的广场上有剧组过来拍戏的，我们游客就不能进来，要往边上绕啊。那我们走过来呢，看一下我们周围一圈，可以看到有八根黑颜色的柱子啊，这八根黑颜色的柱子呢是叫做龙柱，它分别朝向四个方向，东南西北。 仔细可以看一下，中间的四根柱子要比边上的四根柱子呢要来的高，因为中间这条路呢是秦始皇走的，而左右两边呢是提供给文武百官走的。我们对面呢是他们这边举行的一个秦汉婚礼啊。来，我们就往边上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可以，这边封闭掉了是吧？那那边好像有个封，上去了，上去开个吉普车。 包呢？在你昨天在哪？哎，你包呢？我放出来了。游客嘛，活动嘛，秦汉婚礼。我去，你拿个现场来。
됐어. 小不做小吃啊！Thank you.